地走向，那是遐想还是过往？睁开双眼无法分辨，奔跑在路的那一边，是否了解？就是在拂晓中的怀念与停歇。他们说不该相见，他们说就此离别，他们说没有明天，只剩黑夜。跨越冰冷终点线，再开启梦想起点，即使危险也将一往如期冲锋向前，终将面就披上战甲，踏上未知前方，挥起手中握紧的那束光，有你们在路上是力量，这束光隐藏在心中正发烫，就会在黎明绽放，荣耀破晓再唱，山展露我锋芒。哎，有新人呢！欢迎新人加入我们霸气雄图四分会。看你装备，应该是个骑士 MT 吧？哎，你们看他 ID， 哼，这名字有够嚣张的，无敌最俊朗。对啊，我是 MT 骑士。你好啊。总会长亲自找我，有什么指示啊？听说最近你们四分会的副本进度不错，挖到什么新人才了？哦，是的，有个叫无敌最俊朗的骑士，名字虽然嘲讽，但做 MT 的技术确实无敌。哦 ，MT， 他最早是在霸气雄图外围扶植的灭天工会被发现的，第一天就穿着一身破烂装备，帮我们团首次突破了百人副本，打得出弧线冲锋，还精通水战。唉，要不是我们缺乏经验，或许已经把副本记录破了。哦，你觉得他水平有多高？应该在我们四分会第一骑士飞扬之上。这个人怎么？下次抢 BOSS 的时候带过来吧，我亲自见识一下。嗨，久等了。这排场够大的呀！怎么？霸气雄图总会长亲自迎接你一个新人。你好。不会是认出你了吧？应该不会，相信我的卧底技术。会长，这位就是新加入我们四分会的骑士高手，无敌最俊朗。幸会幸会，早听说兄弟你技术了得，今天总算是见到了。哎，你听到的传言货真价实。嗯，那是那是，刀锋峡谷那边的 BOSS。刀锋剑客朗瑞刷新了，我们马上要去支援，正好看到兄弟你在线，不如一起吧。行啊，抢 BOSS， 这个我最擅长。不是吧，抢 BOSS， 还是目前荣耀最稀有最高难度的七十级野兔 BOSS？ 人家卧底都是三年又三年，这家伙才潜伏两天，就混进 BOSS 队这么核心的精英圈子。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出发。哟，霸气雄图这儿没人了吗？居然让个菜鸟打头阵！哎呀，看这寒碜的装备，还敢叫无敌最俊朗？这家伙站这么靠前，也不低调点儿。啊，说我吗？我今儿路过了一个高手，看这里热闹，过来帮帮手。这人真是大言不惭，这是故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吗？难道是职业选手？霸图骑士郑成风？喂，干什么？警告你别乱动。别激动，我只是想看看 BOSS 在哪儿，刚才站后边看不见。哟，说你没听见吗？干嘛呀，看看也不行。兄弟，去把 BOSS 偷过来，有没有问题？我试试吧。好，我们会尽力给你掩护。不好，第二把死了，开怪，快跟上！
我们牧师居然全灭，这弹药专家是谁？ ID 是浅花迷人，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百花谷全员听令，支援浅花大大，夺回 无限冲锋！那只空壶还不错，但还不够啊！空中英勇跳跃，开什么玩笑？空中怎么用得出来？什么技术？怎么做到的？空中还能这样？你是谁？无敌醉骏狼！ 何方神圣？ 操作好炫啊！等等，这个熟悉的打法，百花缭乱，竟可以使用发器猛攻。这种快节奏打法与大国技能的华丽风格，就是百花队长张嘉乐的代名词。这不是百花式打法吗？这是我们队长，队长。 百花谷为抢下这个BOSS，也真下了血本。你们看戏呢，附体快过来接手啊！都给我上！就你们霸气雄图人多吗？我们也上！让我们百花队长滚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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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开
不是，给我复活术。虽然虐菜很爽，但你真不至于这样来找刘月干。你没差到这种地步。到底是谁？加血加血啊！准备护食加血啊！谢了，妹子，技术不错。不谢，有需要的话，我再带两个牧师跟着你。人妖好啊！你别跑啊，让我好好修理你一下。你真以为到了网游就可以横行无忌了吗？有能耐你别带牧师啊！牧师保护好自己。我说你跑什么呀？给自己加血啊！真以为他能秒了你啊？没错，刚刚就有一波牧师被他秒了。跑到霸气雄图卧底，是为了招揽他吗？哪个？张家乐大神啊！我为了找百花前队长张家乐，去霸气雄图卧底。
你给我分析一下这当中的逻辑关系。不是吗？当然不是了，这纯属巧合。要知道会碰上他，就我现在这身破装备，不是故意找死吗？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你打不过他？我刚才已经挂过一次了，难道你没看见？我以为又是你卑鄙的战术呢。哪有这样的战术啊？死一下再复活也叫属性啊。有没有牧师帮忙啊？加血加血啊！轮回的人拉到仇恨，这个 boss 我们霸气雄图志在必得。啊，百花谷那帮人连 boss 都不抢，趁现在抢 boss 的人少，赶快拿下。我说，干嘛这么认真？你要虐菜找优越感，换哪儿不行啊？赶紧假装掉线。我看你也不怎么放松啊。那必须的，我志在重组战队，杀回联盟，当然要认真了。原来是你。你不是说虐菜没有优越感吗？我看虐虐你还是不错的。这家伙装备加了多少属性啊？我要是有个支援就好了。放心上，时机正好，多谢了。来吧，谁虐谁还不一定。一直满血，有意思吗？看哪边的牧师先耗光法力啊！无聊。你老跑什么？不要总是随便放弃。等我抢完 BOSS， 赶过来收拾你。你怎么和过去一样难缠？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放弃。该有的，你不是都拥有过？你在执着什么？冠军这种东西，我没听说过有人会嫌多的。荣耀职业联盟第二赛季竞赛，新成立加入联盟的百花战队锐不可当，在积分榜上一路领跑，以狂界石落花浪迹和弹药专家百花缭乱构建起来的双核大法令人耳目一新。有评论家大胆断言，联盟从此将进入双核时代。恭喜战士！非常可惜啊，第三赛季夺冠的最热黑马战队百花惜败家世，揽获亚军，期待他们之后的成绩。第五赛季，孙哲平因手伤中途退役，张家乐接替队长职务，再次与冠军擦肩而过。恭喜百花再拿一个亚军啊！明年继续哦。双核变单核，肯定没戏喽。没听过那句话吗？好炫，可惜没卡住。再一次，百花战队在张家乐队长的带领下冲进第七赛季决赛圈，他们能成功吗？不好，百花战队现在的处境非常难办呀。真的可惜，今年已经打得很好了，就差点运气。张家乐虽然个人能力非常强，但是似乎始终时运不济啊。对啊，真是可惜啊。我累了，决定退役。夺冠的感觉会让人上瘾的，我真的有点怀念这种感觉了。我完全不觉得自己到了要退出的时候，只要还有一线机会，我就永远不会退出，哪怕多一天也好。大哥，你现在也在退役中好不好？奋斗并不只局限于职业联盟，这里也是荣耀，这里才是我们最开始的地方。还等什么呢？灭了他！上啊，暴风战队！百花谷的人来了，上啊！冲啊！哎，战哥冲！别想看霸气雄图！哎，好了好了，他已经死了，你们别在这儿纠缠了，赶紧打 BOSS 才是正经事儿。哎，兄弟们一起上，为张家乐队长报仇！哎呦，这太不冷静了。兄弟 ，BOSS 这边被百花谷精英团围住了。快来支援！这么嚣张，我这就抢回来。骑士和牧师，跟我走。弟兄们，帮忙！一会儿我开牺牲吼叫，
所有牧师用大治疗术，给我全力加血。八旗雄图的家伙们过来了，大家小心。火球术，灵魂剑，大气流术。这种神术是这一切，所有勇士荣光。秒杀了？怎么可能？搞什么名堂？开挂了！还是莫笑。好强啊！这人到底是谁？风暴反击，但凭着这个技能就能一个人秒杀百花谷全团，这可能吗？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啊，会不会是这样？先用牺牲吼叫吸引百花谷集火，再使用风暴反击，将吸收的集火伤害一次性打出去，汇集了百花谷那么多攻击，当然会造成秒杀。在吸收伤害阶段的无敌醉俊狼，可是靠很多牧师一起疯狂加血才活下来的。可以这样的吗？理论上行得通，但就算知道原理，想打出也是无比艰难。我们这些人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到。骑士的技能都冷却好了没？排下顺序，按我的指挥出手。好，准备好了。会长，我们百花谷精英团全灭了，现在怎么办？行去。会长，这人到底谁呀？你说呢？除了叶秋，游戏里哪还会有人技术这么高端？叶秋，他来我们霸图当卧底，他想干嘛？我也奇怪，这 BOSS 也抢到手了，装备也收了，没见他有异动啊。要不干脆跟他挑明？不忙，再观察一下，看清楚他到底想搞什么花样。让他为我们工会义务劳动劳动也不亏。兄弟这水平远超一般玩家呀，打职业赛也完全没问题。那必须的，看我的名字。我们工会什么来历，兄弟想必也很清楚。如果有意，我可以帮你向霸图战队那边引荐一下。职业圈吗？我还是觉得现在这样更有意思。这样吧，那兄弟就加入我们霸气雄图吧。没问题。多在分会之间走动走动，带大家下下副本啊。高啊，会长，这样不遗余力的压榨那家伙太爽了。但会不会让他察觉到什么？大不了他自己闪人，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动静搞得很大呀，是想怎么着？你混在霸气雄图是想怎么着？我是办正经事儿啊，看你上次挺配合的，都没有揭穿我的身份，是不是有合作意向？哼，我只是看你很辛苦，不想妨碍你。不辛苦，我乐在其中呢。你呢？我啊，也在艰难的抉择当中。很艰难吗？和我联手，拿下冠军毫无疑问。抱歉，这个不在我的抉择范围之内。你可真没远见。哎，远见是需要投资时间的，我有这个条件吗？我和你可不一样。嗯，我明白。你明白了什么呀？他的意思是，他就算复出，职业生涯没有多久了。如果想以夺冠为目的，就更要珍惜余下的时间。加入我们这种新队，实在是种奢侈的浪费。那他说和你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得过冠军，他没有。好可惜，没拉到这么一位大神。是啊，他活生生地放弃了可以夺冠的机会。祝你好运。出于礼貌，我也该这么对你说。但想到你好运了，我怕是又没好运了，我很纠结。我回来还要晚一年呢，你就抓紧这一年的时间吧。你最好是能回来，那就也祝你好运吧，加油。嗯，加油。继续干正事了。
果抬起头看不到天空，那就低着头看脚下的路、哦、可是我们都很清楚，不想埋葬心里那个梦，并不是为下次气氛观众。 I know you have been with me， 再次连接所有频道的电流，想起那天你说的等候，世界还能弹出绚烂的节奏，在数字世界完美的演奏。 I'm ready for a big show， 全球旋律全新的你我有，热血能坚持到最后，点燃着内心的烟火，照亮黑暗中的软弱，嘲笑吧嘲笑吧，都是前进的燃料，记住你我的脉搏。 Running on our glory road， 面对他新的专属，眼神坚定了脚步。 The scenery we're missing will be waiting for us at the end。破骑士号混在霸气雄图里，就是为了找出这么个牧师啊！你们这些大神眼界太高，我只能从群众中发掘人才了。那圣之玉树很精彩吧？如果释放时机不是碰巧，他的表现确实很精彩。别人是谁？我正准备成立一支战队，想找个牧师。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啊？你至少得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和规划吧，什么待遇水平，签几年合同，有没有三险一金，包不包吃住？这里是新加入我们公会的 MT 无敌最近郎。大家好啊，我们这次下副本是给你刷装备的，你现在身上的装备太差，就在一边划划水好了。没问题。新人输出太菜了吧，就你这态度，出了骑士装备也没资格拿，就算捐献给公会仓库也比给你有用。无敌最近郎，你认真点打。哦，好吧，不给力呀、啊、你。他们这么鄙视你，你还能忍？你还真去划水？要输出，要爆发，要以 OT 为目标啊！多无聊啊！换作是你，队伍里边有机会让你随便划划水，难道你还会认真去打？当然认真打了，不然怎么证明自己的实力啊？证明自己的实力啊？哎，实力！无法反驳的实力证明。